越南的软煤荒。他在昨天上午的枪术比赛当中获得了9.55分，排名第三。就看他今天的箭术怎么样了。如果箭术还能排名第三的话，他将会获得铜牌。那也是一种扣的平衡，因为在剑术比赛当中，你必须有个平衡动赛啊，像这个长拳呀，包括他这个器械比赛，你的完成动作都要求你是在1分20秒以内完成，如果你时间不到，将要被扣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剑术比赛，每一个运动员他在这个编排上都是不一样，但是他有基本的一些要点。分是9.60分。